你接近有白带吧，那不好的是白带，你搞不懂啊。那他这个是直接把红带成蓝带。你看那奥运那里画过，他蓝色的就好，但是选手不是一样。哎呀！是油是油。这个如果是真的要比赛，应该自己要准备两套，一个还是一个。要花的精力的活。睡。睡。先讲你的左手，你的左手。那准备动作太大吼。因为你上站完了以后，就是前踢完可能上站就追上去，只要只一脚抬一下而已。如果是跆拳的步距只有身上吗？头上，头上，肩上，头上，那手脚没有吗？手脚没有吗？没有吗？